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《晚妹奇谈史》。新中国成立于内忧外患的处境之下，直到现在，由于某些历史遗留问题，有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还保持着不同程度的恶意。虽然现在的世界格局一片和平，但也不排除会有战争爆发的可能性。有些军事专家分析称，如果与中国开战，最先炸毁三峡大坝是最好的办法。这是为什么呢？ 其实，这是因为三峡大坝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而且三峡两岸有很多中国的重要城市，一旦大坝损毁，周边的所有城市马上就会被洪水侵袭，变成一片汪洋，造成想象不到的灾难。 而且，二战时期，英国与德国交战期间，英国就曾派空军驾驶重型战斗机轰炸了德国的罗尔水坝。他们利用特制的重型炸弹，低空投掷进入水坝内部，然后沉入水底，在一定的深度内启动爆炸，将罗尔水坝彻底摧毁。上亿立方的水将工厂、农田彻底化为废墟，德国损失惨重。 这也是二战期间的一个战役例子，充分说明了水坝战的可行性。不过，我国的三峡大坝却没有这么脆弱。三峡大坝全长两千三百零八米，高度达到了一百八十五米，是完全采用钢筋混凝土人工制造的山脉。而且，负责建造大坝的工程师也表示，三峡大坝不仅在建造的时候进行了很多加固的设计改良，而且还采用了很多军工建筑才能使用的先进材料铸造。仅以常规的战争手段是没有办法伤害到它的本体的，除非敌军使。 用核武器进行精准打击，才有被摧毁的可能性。而且在三峡周边，我国也有周密的军事布防，导弹雷达随时待命。敌人想要突破重重封锁，难上加难。消息传出后，很多人纷纷表示，中国的言论充分表现出“炸得动算我输”的强烈信心，也给了某些发布不实言论的所谓专家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好了，今天的外媒小能史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美讲历史的朋友，别乱转发关注哟。